一班港姐早前去到越南拍摄外景时，接受连串集训。在拍摄泳衣当日，他们不单止在陆上摆 pose， 还亲身落水展现美态。要捕捉到他们出水芙蓉的一刻都不容易的，见住他们由天光拍到天黑，美丽背后其实整个团队都要付出很多功夫。除了有专人教导一班佳丽怎样闭气落水之外，最重要是他们可以摆出优美的姿态。好彩最终都难不到他们啊！而为了方便和当地人交流，宣扬香港文化，一班港姐在大会安排之下上堂学习越南话。经过老师珊珊的悉心指导，佳丽们都很快掌握到基本用词。他们还做了小老师，教了几句给我们的主播王振全。添星洲星洲总代总代等斗星洲总代等斗恒金含金中代辣花好含金，觉得可能不是应用到你身上。可不可以用一次？中代辣花好含金，中代辣花好含金。含金啱呢个成句意思系咩咧？我哋系香港小姐。咁啊，到你啦 ，Alice 啦。嗯，两饼要切切，会谂再拉。蘇把點解我揀呢句呢？其實真係有啲難讀嘅，但係咧，我為咗想宣傳下三號，所以咧，其實就係解。如果你中意嘅話，希望你可以支持三號啦，咁樣啦。師姐謝嘉怡同梁海晴亦有全程陪同佳麗們上堂。Carina 話自己有細心留意每一位佳麗嘅表現，大讚佢哋好俾心機學習啊！好似 Anna 咁樣啦，頭先咧老師咧俾咗一句好難讀嘅嘢，叫佢示範要讀啦，佢好努力去嘗試去讀到咯，所以我非常之欣賞。跟住 Aris 啦，佢啊其實佢尋晚咧見到佢跳舞咧，佢真係跳得唔係太叻嘅啫，但係咧佢今日咧。個精力好充沛，好有能量啦！喺呢一個學習語言呢一方面咧，覺得係佢好突出咯，佢好投入去做呢件事，覺得佢變咗另外一個人啦，直頭係，所以我都好欣賞啦。跟住 Debbie 咧，佢係個發音實在太準確啦，佢好叻，覺得佢直頭可以即係做老師，做老師小助手啦，係咪？佢真係好有天分咯，所以我好欣賞。五號佢嗰個發音啊，所有嘢覺得標唔標準咧？發音是非常標準的，我很開心咯，很安慰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見啱啱佢都全程咧係不停咁樣 take notes 咁樣嘅，係啊，我都係見到佢個表現是很好的。另外一組佳麗展示的就是佢哋學習越南話自我介紹的成果，一起去聽下佢哋嘅發音標唔標準先。閃就代頂立包蘇梅比，感恩 thank you。閃就越南代頂 Hira。所梅先走道等 Nicole 所梅 Hi 老师，你觉得系啦分数如何呢？分数十分，满分，分十分。OK， 因为佢个十二号，我觉得系读得系好准嘅，全程都 OK， 好好好 perfect。获得老师咁高嘅评价，相信佳丽们都好满足。Lisa 都话好佩服佢哋嘅学习能力啊！我觉得佢哋三个好劲啊，因为其实佢哋上咗一个半钟，但系你睇呢啲字，佢哋真系学咗好多咯，唔系得一两句，因为佢哋全部都系介绍自己嘅，呢个系 normal。但系其实佢哋学咗好多嘢嘅，所以我觉得佢哋全部非常之好。同埋咧，我哋未做访问之前，佢哋都喺侧边同啲人哋讲多啲。越南文令到佢都可以叻啲咯，所以我覺得佢哋好投入同埋好勤力咯。係，我見你自己都學咗好多越南話喎，啱啱係咪？你會唔會少少咯，少少咯？因為我主要係睇住佢哋，但係我都有學少少嘅。先教 Vietnam， 代頓 Lisa，maybe 係咪啊？青出於藍。